细尾爆结局，星星团圆拍续集。啊，幸福的当时像感动你，好听啊你，梗系第十九集来自星星的你、哦。前晚播嘅呢集虽然收视受冬奥影响跌咗跌啲咁多啦，但其实内容好丰富噶，有影帝客串朝鲜著名作家许君，仲识讲英文噶。有刀敏俊抢枪捉奸角，兼当众自揭身份。仲有嘴嘴求婚啊咁，本来应该 sweet 到震嘅，但千重义为救爱人一命，放弃爱情，拒绝刀敏俊嘅求婚，观众同佢哋一样咁难过啊！仲有两集就大结局啦，有网民就估喺长蛇岛，刀敏俊解释连你知呢一幕，其实暗示前刀恋会大团圆结局。嗱、啊，咁都未够惊啊！事关扮细美嘅刘仁娜。接受深夜的 TV 艺术访问嗰阵话咧，佢估外星人会带女神翻外星，话唔定会拍续集、哦。以佢喺剧度嘅重要性，外界估可信性极高啊！啊 ，thank you。不过未有结局睇之前，重温下那些年嘅千颂伊访问哥哥。乔君，七姨，无啦啦傻笑又借啲耳揽哥哥。真系 Q 到爆啊！马俊熙，